我今日就因為 anniversary 應該好開心噶嘛，30呢個歲數咧，我都即係如果 as 一個女人就應該好似我咁啦，青春活潑，彈下彈下嘅，你見唔見到？彈下彈下，好有彈性喎、啊。冇錯，一般呢類咁嘅 party 咧，大部分人都著黑黑色嘅，好悶好悶好悶。咁我就覺得我自己好中意 colour， 即係 colour 好似帶俾你多啲 energy。你問我，我個個都中意，但係咧我最中意嗰個咧，偏偏唔喺呢一度。係啊。最喜歡哪一個呢？我最喜歡那個呢，就是因為我覺得已經是很難找到他做封面，而他又肯答應讓你做封面，這個才難。那個一定不是現役球員，是林青霞姐姐。 Hello， 咦，你們可不可以見到音樂很喜歡現場這個氣氛，是吧？沒錯。你們可不可以介紹我們今天的套衣服呢？今天這套衣服就是 LV 的，這樣就是比較 young 啦。你也是啊？你也是啊？我未講你都知道，我知道啊，我睇得出啊嘛，有時尚觸覺噶嘛。咁因為本身我呢個年紀，如果齋去著呢件西裝嘅話，嗰件事本身會好隆重。加咗呢一件外套之後咧，成件事就再 casual 翻少少。其實我自己本身係好中意啲5顏6色啊，花哩花碌 pattern 嘅。咁所以今日咧就特登襯咗件格仔好花哩花碌嘅 T 恤啦。咁你又講啊講你嘅。我自己都是比較喜歡鮮艷顏色的衣服的，但因為現在是秋冬的關係，所以我都加了一件外套。這個什麼年代？最新的年代，最新的年代 Third Jacket 那個系列的封面我比較喜歡一點點的，因為尤其是我最喜歡剛才一個是徐子淇那個背景是一個草原，然後那個 color tone 我都很喜歡，很大自然 feel。我比較喜歡80-90年代這個 Jacket 的封面，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一些懷舊的一些復古的東西，不論穿衣服或者是聽的音樂都是由那個年代去影響我很多的。